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下关爱座地铁那些。其实呢大家都觉得关爱座是比公公婆婆坐的嘛，其实不是的，普通人都可以坐。关爱座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坐了见到公公婆婆，即或者有需要的人士，譬如大肚啊、有拐杖啊、受了伤啊，即你觉得他是需要坐的话，你就可以让给他这样。咁样咯，即系唔一定系你唔可以坐，净系公公婆婆可以坐，唔系咁嘅。其实好多人都以为系咁，其实唔系嘅。咁其实你坐其他位，譬如我唔想让，我想让我都坐到咁，其实你就可以坐其他位咯。但其实就算你坐其他位都可以让，即系唔一定系关爱座先可以让。坐其他位，如果你见到有需要，你都可以去让啦。咁样咁见到佢好辛苦，佢跛晒脚、烂晒只脚，因为想啊好辛苦啊，想坐啊。你哋覺得佢好想坐啊咁，你啊誒啊俾你坐咁樣，即係咁樣嚇。咁今日就係呢個 video 咧，主要係話俾同大家講下關愛座啦嚇。咁就去地鐵嗰度留意多啲有需要嘅人俾佢坐。咁我平時個習慣都係好中意俾人坐嘅，即係我會有需要我咪幫手咯，係咪？就係咁咯。咁今日嘅 video 到此為止啦。咁我哋喺下集 video 再見啦，拜拜。